是星期二，现在是早上7:40。然后今天早的课是早上9点，所以我要起来开始用早餐。那昨天我去买了披萨，所以我想要吃披萨加可乐饼跟加牛奶。但你开门锁门都要用钥匙，就是你从外面要开门锁门要用钥匙，你进去房间里面然后开门锁门要用钥匙。这个洞啊，反正呢，我就是还是没有很回来，每次都还要再躲一下。好啦，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今天天气还很好，但是风一样都是有点大，这几天应该都是风蛮大的。然后我现在正加紧脚步要去学校，9点开始上课，但我现在才走一半，所以我跟我的室友们两个，我们都在赶路中。早上大家要去上班的车子。拜拜。嗨大家，我现在在学校附近的海边，但风太大，而且水真的蛮冷的，所以我没办法下水游泳。给你们看看小小的景色，好啦，等天气回暖一点的话呢，先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下海边游泳哦。才可以把它们锁起来，我觉得蛮不方便的。